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如皋，我叫金青青，今年30岁了。为什么要骑童车，还骑个这么可爱的童车？我是这个车已经坐我的腿坐了30年了。你是身体怎么了？我从小就是软骨病，不能碰，一碰就会摔断。软骨病的患者在我们这台上也有很多例了啊，很少骑童车的，你怎么想的？带来我的方便。方便。对。你结婚了吗？结婚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陈强。掌声有请陈强。来。哇。帅吗？也一般吧。一般。啊？在你们眼里一般，在我的这个心里就是比较高档。啊，来，我们上沙发，我们坐下聊。来，请坐。你平时能走吗？平时不能。完全不能走。不能。那你现在身高多少？我的身高68.5。陈强呢？我1.68米。陈强多大年纪？我32。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是在理发店认识的。理发店。对，原来我是做理发的。他那时候呢办了一个残疾人艺术团。就在我们家那个镇上，然后他们团里有小孩经常到我们那边去洗洗头啊，理理发的。然后他有一次去找他的同事，然后就这样认识了。其实呢是我先认识他的，但是他可能那时候也没在意过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他经常那个残疾人艺术团到我们学校里做那个励志演出，那时候是小学吧。你小学？对。对，小学我在演出的时候，南通有一个残疾人艺术团。啊，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曾经是见过的。啊，对，曾经见过。是吧？只是他在台上，你在台下。对对对，当时我还给他送了一朵花。你还？那时候送花的人比较多，我还没有在意他。
大家家家户户都回家过年了，他说半夜三更的人家来敲门的话，你们母女怎么办，一个男人都没有，所以他一直的就陪在我身边，那时候我就在我心里就感觉这个男人比较可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我。你们的拥抱肯定很特别，你要第一次把他抱起来。我第一次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抱。对呀，你怕伤着他。对，而且呢，说实话，那时候腿还有点发抖，有点紧张，啊，因为生怕碰到哪儿磕到哪儿。啊。然后呢，我当时呢还抽着香烟，都没在意。然后抱他起来的时候呢，还烫了他一下。第一次抱我的时候是把我的衣服烫了。啊。第二次时候是把我额头烫下来了，感觉他也不是有意的。是第一次有一个男人这样抱你吗？那时候。感觉他抱我的时候，心里感觉到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有点心跳。你有没有抱的不注意，摔跤啊，或者是干？有，我记得有一次从楼梯上抱下来，因为那个天黑嘛，当时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自己翻了个身，他人扑在我身上了，好幸福。对，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自己能转过来的啊，要不然呢，他就被压在下面了。那双方父母同不同意啊？双方父母肯定都是不同意的，包括他的父母也是不同意的。我的父母不同的原因就是，他是正常人，我是残疾人，怕我们俩在一起不长久。过了几年以后，就怕我们两个有什么矛盾，然后再分了，怕也怕伤害我，所以我妈妈就不同意，坚决不同意。他就是故意找茬那种。找什么茬儿？比如说我干了这个事情，本来是干得好好的，非说我干得不好。然后就是故意找这事情跟我吵架。他其实想赶你走嘛。对。那后来怎么同意的呢？怎么征服你父母的呢？后来就是经过了很多的风雨，我的脾气比较大，虽然我们俩吵架呀、什么的，他都没有离开过我，所以我妈妈看在眼里也值得，感觉这个男人是我可靠的。那你父母后来怎么同意的呢？我父亲他问我你们俩人是不是在交往，我都否认了。也就是用这个时间，这么长那个时间，让大家都能适应他、了解他。所以当时我跟我父亲我就讲了，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死心的话，那你就让我俩相处一段时间。假如说我们俩结婚以后，我们俩真的感觉不合适，那我自然会死心。所以你父母就默许了。所以其实，在你们的恋爱过程当中，像他刚才所说的这一些。他是想尽办法要维护你，要为了你们的爱情捍卫。对的。这样的男人靠得住。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今天是他的心愿。啊。也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一个心愿吧。上进一步，说出你们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是募捐我们残疾人艺术团首场演出流动资金。募集演出的资金是吧？对。需要多少钱？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10000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出？是一个励志助残晚会，也就是助残晚会，就是我们这个江苏圆梦残疾人艺术团有限公司成立的首场演出。这些资金用在哪些方面呢？也就是一个场地费和灯光舞美。灯光舞美。对啊。这个演出是售票的吗？对外售票是少量，也是想呼吁一下这个大家能尽量的多给残疾人一次机会。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五位对你们的助力。你们的心愿是一个特别美好公益的梦想，所以说六人游定制旅行愿意去支持你们的梦想。我希望你们的演出第一次能办起来，以后的每一场演出都会办得越来越好。我也很希望能够代表迎老文化为你们的残疾人艺术团献上一份助力，所以我呢也很希望在节目之后能够跟你们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给到你们一些除了表演之外的职业技能的帮助。那么有一天你们不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还能像现在一样靠自己的能力然后为社会做贡献。加油。谢谢。听了你们两个的故事啊，真的是非常感动，这种爱情真的是很纯粹。我们雄九集团肯定是会全力支持的，因为支持残疾人创业就业是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一种责任。谢谢。
我来自凤凰古城，每年都会有这个黄龙音乐季的这样的活动，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来让你们的这些音乐的艺术的这些表现形式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展示的机会，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青青和小陈对爱情的坚持呢，确实令我们很感动，他们能够再创残疾人艺术团，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弘扬正能量的这种执着呢，也确实令我很钦佩。我们长春康达医院减肥基地呢，愿意助力你们圆梦，希望你们的演出成功，谢谢。谢谢谢谢。大门背后还有惊喜，猜一猜是什么惊喜？知道什么惊喜？那就来看看吧，来，你抱着他。你好，你好，你好，各位老师好，介绍一下自己。我呢是来自天津巨人音乐工作室的一名音乐制作人黄耀祖。通过《幸福来敲门》的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让我了解到了金青青和陈强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啊，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伟大，而且他们两个人的创业历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说，今天也是特意来送他们一个惊喜的，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一首原创歌曲。二十多年前的一次邂逅，二十多年之后，随着这女孩身上的坚韧和对生活的态度，这男生逐渐的感觉到自己内心对她有着一种钦佩，而这种钦佩之外，又逐渐的产生了情感，在生活当中互相支撑。这首歌得好好写。对，一定一定。好，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